又是一个大沼泽池。放心，交给 Emox 吧。开工。现在就等它慢慢化学反应了。这是我今天第二个客户，今天只能先给池子刷一遍，还有两个泳池等着维护，明天再过来，加油。嗯，大家评论一下，这情况能不能用机器人呢？咦，看看这些果粒，这对机器人有难度了，也可能会受伤。好了，可以清理撇杂器了。剩下的活交给吸污机器人了，这情况一般在两三天过滤，就恢复玻璃水状态了。